好，我是喵哈。看到这画面，有一些人应该已经看过其他人玩过了。那我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叫做 One Hand Clapping， 就是一只手掌拍响。等一下，那是我的回音吗？好，那它在这个游戏有一点像以前很流行的八分音符，你必须靠你自己的声音去控制哦，好不响哦，一直听到自己的 echo， 好不舒服、哦。那总之，它是有一点类似想要像是唱歌一样的东西。虽然我已经看过其他人玩过，但是我相信，这种最后要用讲出来的话的感觉，应该还是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所以我想要来尝试看看。不行，这个 echo 不行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应该直接按它可以选其他语言吗？有中文哎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开始游戏。哦，这个拉下来画面有点久啊。哇，它其实是没有线的那个，哦，是赶公车的那人潮吗？平常下班就是这种感觉啦。通过唱哼唱，等一下哦，他现在已经在抓我的音了，我只是在念而已啊。喂，他刚刚前面那个应该是要来抓我的声音，然后来去配合游戏，没关系，我们后面再来调整。那他刚刚是叫我用唱或哼的方式，以最低的音来弄。那他一样是用 WSD 去移动，那可能很多地方就是待会会用到声音这样子。空白进行跳跃，砰，可以跳在这上面，哎，可以耶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画面好像被切掉一些，我看我可不可以重来。哦，哦，哦，不是画面被切掉的问题，白痴哦，它是那个画面拉走的问题了。中文果然还是有一些地方怪怪。通过唱哼吹口哨方向影响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，现在就是因为我是一直在讲话的关系，所以那一坨。垃圾它就一直在升高，所以我不讲话，对，它就会掉下来。那这就是它这个游戏的玩法。那我一般移动还是这样子，是用 WSD 跟空白键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跳上去，起来哦。Yo Yo Yo Yay！ 这个下班人潮好恐怖哦。上去上去，耶！啊！我还以为我要跳失败，这不是要跳到上面吧？应该下去就可以。哦，好挤的感觉哦，好不舒服哦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啊！哎，大哥，不要再上再上去一点，再上耶！对。这绝对是下班人潮啊，要不然就是上班人潮、啊，有过哀怨的，音乐不舒服哦，好不舒服哦，哎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，喂，太近了，会，地板裂了，地板掉下去了，啊呜，感觉很痛。原来那不是围巾哦，那是他的手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的围巾垂下来的地方。他怎么身上散发一股臭味的感觉？啪嗒啪嗒啪嗒，啪嗒啪嗒啪嗒，短腰，短腰，短腰。奇怪，我刚刚是这个颜色吗？嘿，哟，怎么那么有人啊？新地方。干嘛，大哥？大哥说话。哦，我还没前进。他这应该就是要我跟他唱的意思，所以像现在我没有对到音，他就会变这样。是裙子吗？也太难对了吧？喂的。不行哎、欸，他直接把我抓那个音是最高的，那这样我要重调一下我那个麦克风调节。
有了吧？不要那个沉默的一点点，那两秒很恐怖哎。所以刚刚那个是他这个游戏你不能用到最低音，我还以为他要用到最低音，所以他其实应该就是你在调节音的时候，你要用你一般的讲话可能的声音去抓，所以他这个很微妙，我也搞不太懂。喵哇哇呀！射箭桥的意思哦，哦，这样就可以重，再重来。麦克风调节，不是吧，大哥，再跳一下就好了。对对，跳一下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跳一下。呀，掉缝，哦，有，过去，我还以为掉到缝里就完蛋了。出不来又怎样啦？喂，好，重来！喵！我觉得我一定会后悔。可以跳过去吗？可以吧，大哥，你跳跃力哦，真的可以耶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个，麻烦你一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啦，又来了哦。这是两个，哎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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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不行，重来！哎，这好难哦，因为我抓不到它的音到底要在哪里。啦啦，我在想，我可不可以？其实我应该不用跑到最上面啊，我直接从下面来就好了嘛，可以吧？从下面来。啦欸，真的太下面来了，这石头可以过去吗？大哥，我弯腰一下，可以的啦，你可以弯腰的啦。哎，这个没有腰的家伙，喵喵，欸，我明明就高音了。啦啦，可以吧，这次可以了吧？我觉得可以啦。哎呀，可以吧？发光哎，石头。哦，它刚好像有音。当，这也可以哦。等一下，我是第一个没有吗？啊！干嘛这样？还没。哒哒哒哒！我一定会后悔。哎呀！前面只有哼两个音，我知道怎么弄了。滴答答的滴，滴答答答答答滴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让我跳过去，拜托，让我跳过去，你跳过去。嘟嘟嘟嘟嘟嘟，
后一个名就同一个音，气死！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滴滴啦啦啦啦啦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又是你。啦啦喂，哇哇哇哇，他这麦克风真的很讨厌哎，我的音现在到底在哪？重来。可以的吧？啊，每一次都要重调。这个是飞蚊症。哈？哈？哈？哪？嗯？哈？噜？哦，太麻烦了吧？噜？我昨天全在最外面呢，为什么？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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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太低了吧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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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噜，它这个就是变到说，它每一个圈都是一个音。那它刚刚虽然我应该是有唱到它那个音，但是它不知道为什么它抓我的声音，可能刚刚那个太低了，所以变到我要又要重新调整。嘟嘟，你在哪里？找到你了，你在这里，你又在哪里？你看那是我声音吗？好可怖啊！好可怖啊！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啦啦啦啦啦，在哪里呀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么高。也是和声好恐怖哦。哇，一次 OK 耶，爽，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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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不过去啊！重调了啦！哇哇哇哇哇！哒啦啦啦啦啦！干嘛？明明就对调！啦啦啦啦啦啦！哇，有准吧？可以吧？他走路我们就挂这里如何？他的脚好忙哦。等一下，他真的坏掉了吗？哦，还好还好。哎、欸，等等等，你不是领路的人吗？你为什么现在走在我后面了？哇哇啊！哇！哎、欸，大哥。你既然会唱的话，你来开路就好了吧。反正你都走在，好，再一次。啊啊、有了有了有了。
哇哇哇哇！关呀，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哦！哇哇哇！乐乐乐！哎呦，你干嘛？哇哇哇！我我我我我我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我我我我我，我刚第二个音找不到啊！哇哇哇哇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因为我找不到音的时候都很好笑。哦，要结束了吗？不可以前进了。你大哥，大哥，你冷静一点。大哥，你。不要告诉我游戏当掉了。Hello， anybody home？啊、我游戏当掉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喂 ，B， 阿罗哈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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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音好低哦、喔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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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是不是这样哼啊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已经忘记他刚刚在唱什么。唱我的歌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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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变一颗虫了吗？所以其实刚刚后面的可以乱哼，他就直接给过我吗？看不到哦 ，One hand clapping。特别感谢我们的宠物，哎，啦啦啦啦，直接跳掉了。啊，刚刚我真的没有想到他那个最后一幕就直接给人家跳掉，我还想讲一些话的说，而且是游戏整个给你怒关掉，哎，是嫌我真的太难听了吗？好了，因为这款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游戏，有非常多的国外的实况组，欧洲区、亚洲区的人都有玩过。那就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算看我玩过，或是你已经看过其他人玩过，你也可以来下载玩玩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大家都不一样嘛，还蛮有趣的。而且毕竟它是免费的游戏，那你在下载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说，我是否要提供赞助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我不要赞助，我直接下载。那你只要搜寻 One Hand Clamping， 就可以直接找到他们的网页。那我是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几分钟就可以玩完了。那希望大家还喜欢，那就这样了，我是喵哈，拜拜。